大家好，我是博士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的英雄梦工。哎，这边好多只哦，哇！而且这边竟然有一个补给站，在宝可梦的世界里，这里没有补给站。那这边赶快可以消耗一次免费的。我有抽到强风灵珠，然后这边有好多只怪兽，你们可以看到。可是呢，我现在挑战这一间道馆的大咖。那这一间道馆的话，先注册一下。哎，哦，对，我已经注册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能再挑战这一间道馆，好吧？那补希望种子已下架，什么啊？没有人买的意思吗？好吧，这边抓一下怪，封印成功了吼。然后看他的战力指数是，哎，或一级，战力10而已，当材料吧。这一只。人呢？这里有了，还蛮准的，所以应该是我要再换一间道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的话，因为他说我这一间道馆已经注册过了，这一只的战力是59，这边像有一间 Sam， 我想要领一下。哎，在那，在后面那边，后面那去啊。好吧，我走进那边领一下。那这间道馆我已经不能，还是可以进行交换。就是说这里的交换所，你看这一个我的物品，战力72没有人要，那我们可以把它下架，有没有？所以如何交换呢？就是放一只你要的上去，然后就可以进行交换了。那目前是不用钱，就直接输入价格就好了。欸，好啦，我卖10块，那点确认，这样就可以卖了。对。他交换的方法是这样子，哎，我们在，哎，为什么交易失败？等一下，一般请求失败，哦，因为我离道馆太远了吗？再放一次，你放这只好了，有了，那就可以进行。拍卖，哦，练习赛这边可以看到我的，哇，蛮多只的哎。排名赛也可以进行观看，然后我要去领前面的补给站了。这一圈全，哎，这里发现一只金鱼，哎，这是不是金鱼？这是狐狸，狐狸耶，哇哦！长得好酷哦，在哪里？换个位置。那中了中了，我居然有狐狸精这个东西。哇，低级的狐狸精加好多哦，可是他的战力只有62，可是他低级的，哇，真的好好看啊！下面还有他的攻击力，火星跟冲击烈焰，哇，这边好多哦，这边怎么那么多补给站啊？在宝可梦世界这边是没有的，个人补给站抽到了，还有这一只。先领这一个全家好了，啊，领过了。前面这边居然也有补给站哎，太神了！来这边领一下。快点帮我定位过去。这边放了动感音波。啊，忘记抽了啦。刚忘记戳了，哎，这边是台湾大哥大门市哎，所以刚才那个是台湾大哥大门市就也有了，人呢？关掉一下 A 好了。什么叫做原神逃跑了？啊，这只是什么东西？哦。
这什么水母啊？什么那么可爱的水母？哟、哦，600经验值，任务好多哦！进入补给站10次，我现在才3次而已。这边有一只出现一只乌龟，哎，它冷呢，在这里。CP53。哦，逃跑了，再抓。哎，这样就跑跑，因为逃跑率也蛮高的哎。这边居然被放了动感音波哎，好扯！这等于是宝可梦世界里面的樱花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边先暂停一下。哎，等一下又出现了一只了，这只是什么？哎，这只好大一只哦，这只是貂蝉。貂蝉在哪里？哇，怎么那么大一只啊？中了，中他的腿。貂蝉 GET， 是我抓到，我抓到貂蝉，又抓到狐狸耶！哇，今天抓到貂蝉跟狐狸，76。好吧，我们换一个地区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换这个地区，换这个道馆看看。然后，这边先把这里的补给站领起来。我现在已经领到了，哎、欸，不知道第几个了。我看一下哦，第7个了，所以10个后每天就可以领到一个免费的个人补给站跟10个绑定金币这样子。那我们来挑战这个道馆，我看可不可以注册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要把我最高的战力放上去，然后点这个吗？有了，然后可以注册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边就有2只，哇，为什么他们战力那么高啊？等一下，这次完后是可以挑战吗？还在带路，所以这次完只能打练习赛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哎、欸，哦，不是不是。哦，所以练习赛打了就可以玩了，那排名赛才是真正的排名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要点排名赛啦。然后我现在打一只 NPC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好，我们跟他打战看，我们跟他对战看看。那、啊、这一样使用攻击技能对战，所以可以闪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闪，好像不能闪。攻击相当有效，赢了赢了，1-7。啊，这样就输了？为什么？太不公平了吧！他战力多少啊？113。对啊，113啊，为什么我打输啊？来，再一只三太子。我打不赢欸。为什么？这 NPC 太扯了吧！不然我来补充一下好了。所以就代表说啊，我还要升级我的核2。
我们可以元神强化，把它强化到高等一点好了。好扯哦，居然打不赢他哎！202总是打得赢了吧？再挑战一次。氪金勇士是不是？哇！终于会痛了，终于会痛了！赢了 ！Yes， 第一次赢。就而且还有经验值哎。哦，这样我就加经验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我就第二层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所以现在都被 NPC 占领，那你的战力要打完十层，你就可以成为榜首了。那目前都是 NPC， 因为还没有玩家。对，啊，今天的我的，我们先把前面那三个领完好了。那我这边，好，这边就可以把它领完了。就可以获得十个免费的金币。哦，是小蛇彩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边这里，先把这四个领好了。不能点。哦，他在跑，有了，这是只小蛇彩蛋，然后这边，风铃珠，再消一个免费的，完全重生玉，好，然后就完成了，好吧，这样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个人补给站跟绑定金币。好吧，今天我的英雄梦讲到这边，记得影片希望可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可以看到我更多影片，我们就玩到这里。